据相关媒体报道，29日，宝儿通过官方网站和各种 SNS 官方账号公开了由强烈视觉感和生动色彩感相结合的预告照片，吸引了人们的视线，并从29日开始，通过各种 SNS 官方账号，为了让大家找出神秘的新曲名字和发表日期，展开了宝儿 is back 拼图活动，让粉丝们对新曲更加好奇，期待蛇姐的回归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